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李艳正式复活了，直播途经曝喜讯回归日。李艳日前因声带开刀向三立台剧一家团员请辞，剧中她被小人陷害致死，提前领便当，一尸两命，让不少网友崩溃。不过李艳在直播公开喜讯，有网友询问还要回一家团员演戏吗？对此李艳不把话说死，目前没有演戏，可能九月或是十月吧，一切都还不一定。李艳在一家团员最后剧情播出，一行人送行李艳，将李艳的骨灰撒向空中，画面悲催，让剧里和剧外的人都泪崩。剧中的陈冠霖也赶来相送，看似低智商，但内心还是惦记着李艳。而近日李艳忙碌自家品牌的周年庆，日前开直播外泄喜讯，有网友询问还要回一家团员演戏吗？他不把话说死，直呼目前没有演戏，可能九月或是十月吧，一切都还不一定。李艳因声带两侧都有长茧，医师则建议可以先透过吃药治疗，吃一周回诊再看有没有改善，如果真的没办法才会帮他动手术。李艳也说，目前她的声带是没有办法闭合的状态，不论是唱歌或是说话都会有不规则的缝隙，没办法短期就改善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